有必要这样子数落我们吗？进行的是 Rookie Singles 初级单打的冠军赛，是由我们的主场优势贵哥在第四桌遇到了师丈，有兴趣加油的到第四桌帮我们贵哥加油，贵哥刚好今天生日哦，贵哥今天刚好生日哦，不要给我压，我跟你讲，他赢球了就灌他，他输球了更要灌他，就是要灌他，师丈交给你了，看你是要让他输球灌他还是赢球灌他，压力很大。
来，我们西藏跟贵哥好，三战两胜，五球胜负了，到三胜负了，三战两胜五球制好，西藏必须打赢两个三战两胜才能拿冠军，贵哥只要赢一个三战两胜就赢了。冠军赛有 deuce 哦，冠军赛有 deuce 哦。啊，三姐嘞！三战两胜，第三盘四比四的时候才有 deuce， 最多到八。单打冠军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来，初级单打冠军哦，这意思说现在即将开始了。
Ruby， 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来，我们 Mark 要先离开哈，所以我们现在先要颁发初级单打第三名哈，我们请我们的 Ruby 来帮忙颁发初级单打第三名。Ruby Single Third Place Mark Lu， 掌声鼓励。来，我们来帮忙拍照一下，看那边。哎，那个。相机的，相机的，好，来来来，相机，相机，相机组，我们感谢那个 Mark 今天提供哈、哦、海尼替海尼哥来赞助我们三箱啤酒哈、哦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来来要拍照，赶快拍照，要拍照赶快拍照哈、哦，好来谢谢谢谢，好来比赛请继续，谢谢。Thank you.
高中讲过的话，他就是吃我奇怪的那个鬼头，下往下。要移位置。